功，加油，大家好，非常感谢小弟本人吴志宏。2017年8月份，吴志宏非常感谢头一遍拍卖和全国的教育，大家请热烈支持。明年五周20周年，咱社长争取让我用良心，有提36卡的联络卡款啊，来叫我看一我台底一线的战将分享，和全国教育。我烦恼看卖头一遍出来，要来比赛时，发现啊，一只粉鸟目睭那无啥共，啊，目睭啊那个倒置个安尼。我从食到这大汉，粉鸟饲只久啊，都毋捌饲到这个目睭。我落来看比赛款，你只大汉掠起做证，我就讲啊好啊，甲这只掠起做证，就来只要来斗。当时我甲隔壁的隔壁拄仔有一好拉扯，这個、人已经即摆无饲啊。我来斗这只破目个，两只斗做个，伊头一边，我来甲作出斗只斑啊无，生只斑啊。2004年，数学史、幼教史、斑啊干，这只当时台北县北海乡亲联合会下会真歹背，头一关都背冠军，结果这是全群总冠军。我就感觉烦恼来出着破目个，含我只靠荷兰朋友来讲，嘛毋捌看到这粉只目睭出来呢。我出的时阵就一直出。才工我开始出八遍，拢有领到奖金。伊有歹天嘛，拢会落来。规划背到剩几十只，因为迄真侪年的代志啊，有一寡记录拢无去啊。我无当伊会介绍足清楚，但是大家若是伫咱新北市办记者，一寡教育大家拢有听一款风声讲，哦，某名人伊这破落真厉害。过下时阵我就开始，只要若生破落破比赛，我当时一定无参赛，拢留咧做证。但是伫我大底，只要有破落，我袂醉。到目前应该是大家拢背了成绩真好，而且因这破落的，毋是讲。伊要生，定定会生，久久啊，有可能三年生五只，有可能三年生无半只。结果今年要来做拍卖时，真好运，有生到真侪只。教育大家若无去验，会使参考看卖啊。啊，尤其是佫有一个特殊的所在，伊这粉鸟买倒来时阵，伊拄仔底无石板的，结果我倒来也捌生石板一半只。石板的，自我到即马应该是头尾生无五只，啊，拢有真好成绩，啊，一寡鸟拢我也袂了伊，因为我好鸟，我无完全讲家己留，甚物人来，伊来看，伊要买，伊喜欢。介绍人讲伊会晓，我就买伊。所以大家你会拢真好钱，所以大家拢知我反拢真厉害。好天会紧，歹天过会落来。但是我买手2010年开始进超出玻璃，我就一心想要饲粉鸟，啊嘛唔知我啥物鸟较好。听过去讲玻璃咧钓，过来个听咧玻璃咧钓，我就无说重注，开始甲王万里交往。起初我就甲买4只，买2对粉鸟，来。无我浪费，见面就我奖金也真多。即我一个呛输，超出玻璃来台湾第二次来拍卖，迄场我迄块买了10只粉鸟，当场我看到好粉鸟，我举手我都无放，结果大家拢当作我是杀乌啦。其实我毋是杀乌啦，我嘛是一个消费者，我是为着要增加我的粉鸟的定量，所以讲我就无说当初手举起来我无放，啊真好运，买倒来粉鸟，逐只拢发镭，其中就是买了这只阿诺德，我上好。因为当时我买到这只红乌豆的时阵，我嘛唔知这只粉鸟厉害，看是中上，嘛唔是真水，只本身都有背记录唔是真好。不过我感觉伊的鸟仔骨头真硬实咯，哦，各方面好，我真喜欢，我无放。结果我一回来的时阵，我一个朋友就讲啊，秋王你嘛出几粉鸟我放，我讲好啊，啊我就买一挂菜脯我猛饲，我头一边就做放。我这朋友伫咱新北市八里湖，应该大家嘛捌伊，伊粉鸟只背真好，叫做王国志。啊，真歹运！我出去放的时阵，迄几无用。我当时就是用只安乐多，到一只克拉门矿的树只尾啊，出去放。结果吼，这只失格，隔天才回来。经过差不多两日时间，伊就粉鸟有领奖金，飞了真好，请人客气。好朋友真久无见面啊，就叫我开讲。我即马讲，国姐啊，你什么鸟在钓啦？你嘛聊了看卖。啊，到你顶回出来，我放火啊，失格回来，我留咧出见面出的时阵，就飞综合三名来，啊，伊就号码报给我，我倒甲查，夭寿咯。当时啊，一只阿诺德去到只矿里耍的克拉门，哦，我听这消息我嘛真欢喜，因为老爸老母迄阵还真少年，我就安尼继续甲斗的，就一直生囝生。当时深圳这个宋建林，迄阵还未开放大陆来台湾探亲的时阵，伊就一直打电话跟我联络，讲啊，老大，有什么个子好呀？你帮我挑几只，这只矿里矿阿诺德到克拉门矿里耍，这只尾啊，就生几只囝。我就啊推荐，我寄伊，伊就真无欢喜，讲啊老大，你讲寄歹的有啊？我讲哦，阮鸟唔是看水看歹，伊是一点花，啊我感觉是中上，鸟啊若卖讲真差，系统好，我就感觉吼，即个做证应该是袂歹。结果伊伫深圳伫遐比赛到无人敢我放，每一遍十名来拢4、5只、5、6只，规划奖金拢赢3分，两个一半以上。只要吼即马伫深圳要放阮鸟人，讲宋建林、小宋吼，无人唔捌伊，所有规队啊，阮鸟有80%。拢是我手红的，尤其我烦恼，甲这敲出玻璃，
伊即马今年度青春已经结束啊，欢喜西安威力想要尝试愈大花，希望今年有愈好的成绩。即马目前伫我桌底上厉害的分鸟，这对黄金配对，大甲一三年控控数二一二分阿公，交无啊？大甲一三年控控数二六七分阿无？这对因为本身头一遍作出都无我失望，作出一四年六七八六一四分阿无？两千一四年冬季冬港冬龙联合会五冠综合战，一六年同款夏季佫作出一三七五分阿无？新河村海上分会五冠综合游戏，第一六年佫再作出二五七九二分阿公秋季。在新北市新村里海上联合会五冠中华亚军，一七年阁作出一百日一二分阿公，东港东龙联合会春季五冠中华三十三，一四只鸟啊，拢有背套冠，所以我黄金配对这对鸟生会紧，阁套冠，阁其中有一只一五年在新村里背三冠中华亚军，但第四冠分量到六只无够，所以伊个鸟本身单冠来紧。我知道掠这个拍卖的分鸟三十六只联合，其中有二十几只拢是这对黄金配对的兄弟姊妹做出的，包括黄金配对本身出两只，只公一只母，佮伊个囝叫伊只中华鸡，嘛有出两只拢双母。我认为车主玻璃的分鸟真好，我今年特别用心，因为去年多我咧拍卖的时阵，我去年年底成绩算比较辉煌。今年两千一八年，即道要拍卖三十只，内底其中有我去年甲今年春季三对的原配对，拢继续有出三部分鸟，包括今年春季两千一八年伫高雄创造者规划一万一千一百八十二只，八到成四六空三只，本人作出十只，两只五冠归还，一只靠顶的，一只高顶，一只两百四十高顶，这只高顶的有出三只。去年度单季中和新北市冠军分会一万一千零九只，飞到剩九十九只，分人客人放六只，有落个一只飞中华十一个，这个、小弟小妹包两只。社长，伊话讲我分鸟，大家拢真起中，有每一年拢做出一挂鸟仔囝，讲啊无你去捡几只起来看，会当去增加鸟友的阵容袂？我好啊，我特别捡十七只。乔治玻璃纯正的大部分鸟就是我去年多有捡一挂乔治玻璃的正鸟，因乔治玻璃无饲啊，买啊，伊的徒弟啊，如果是用有掠一挂上好的正鸟出来拍卖，全部拢我买来。今年多我头一遍掠一只新将军的三囝在斗，啊就无我失望，就去背了只创造者万几只自家。虽然伊顶数无介好，我感觉伊的分鸟来拢好，我就反拢真好。因为超作波的分鸟，第一，伊这个人嘛高品质，伊的分鸟素质真高啦。伊个性就是甲人无同，甲我也是同款。分鸟出起来若无好，伊就汰掉。无爱卖，伊宁愿无爱趁这个钱，袂使拍歹伊乔治玻璃，即四字的名声，甲我吴志宏非常合适，同款。阮只出起来无真水，我也无在出门。啊，因为第一，我爱顾我品质；第二，爱顾我名声；第三，爱阮只有列长会认同、敢用，对恁大家加分。我分只嘴无一定得顶，但是几率会较悬。包括我身边一挂朋友，大家种乡的人真好爽，不过身体较歹，老得失人吼，啊真歹势。啊，我的人分只。好就是好，歹就是歹，无够资格，你就免掠水卖。掠水卖时阵加漏费的，啊咧，人会讲较土的，人会干交你。我满意人，你趁这个无道德、甲无天良的钱，我的人我无爱安尼。而且我的分鸟出去，我就希望鸟友会当大家拢培养足好，认同我的分鸟好，会当继续我支持、我拥护、我小弟。即马都五十八岁啊，我伫分鸟加饲两年啊，传承给咱只各个鸟友，全台湾省、全世界人。拢会当饲着我五只红飞鸿甲蛇的分鸟，安尼就是我上光荣，我一世人的愿望。人讲人死留名，虎死留皮。我要我仔孙，我五家，大家认同我这个五只红做人实在。只要大家分鸟有困难，拢会使找我。我唔是足敖，唔是分鸟足好，唔过我的人实在。我要鼓舞咱全国鸟友，全世界鸟友，全中国大陆鸟友，吼，这是我的希望，我的寄托。无气焰，大家来共同来我参考，来我支持，来我爱护，感谢各位，谢谢。
88-0018，我那讲体型偏大，甲拍卖36号是干部的吼。老爸台甲14年88-013，我那讲伊来讲，就是我内底超级配对。台甲08年88-338，我那讲范龙338，伊来嘛台甲08年88-345，我那无超出玻璃100%。伊老母大甲12年88-221，我那无。也是我内底超级配对，伊外公就是米03-305-309，我那讲阿老多超出玻璃的记录甲，搁是我内底超级配对。伊外妈米03-305-314，我那无，或者科拉门，这对也是我内底超级配对。两对超级配对，我即马即个组合就是吼。这老爸03，甲这阵个内底上厉害这对黄金配对，13年04，21，这个是前兄弟。这老母08-221，就是这只13年04-267，伊两个是前兄妹。所以这个组合就是甲内底黄金配对个是共组合，出个鸟阁真水。超级配对这组合出个囝，春夏秋冬比赛五关头有倒来过关个，好咧作出后着冠军，后着五关头海上个杯、南海个杯、北海个杯、大陆个杯、陆上个杯。所以我相信这对组合应该有各位全国鸟友失望，我是感觉这对个组合应该是真好吼。内室看身躯看身我，跨度有够，长度嘛够，外室风拍嘛真水。这条遐手感，规身嘛顶高高，真水。腰部真巴甜，阿尾溜嘛同款，袂淡落袂翘落，鱼入味啦。龙骨真粗真长。后擦骨颈骨真长哦，肉质有弹性，佫兼 Q 身。拍卖35号是干部，这老爸是14年08-013，我那讲，伊是我内底超级配对的囝，只要范龙338到这超级玻璃35，老母是12年08-221，伊老爸佫是我内底超级配对03年305-309，只阿诺多超级玻璃本身伊的记录甲019，伊的外妈03年305-314，我那无，也是我内底超级配对，两对超级配对，我即马即个组合就是吼。这老爸03，甲这阵个内底上厉害这对黄金配对的13年04，21，这个是前兄弟。这老母08-221，就是这只13年04-267，伊两个是前兄妹。所以这个组合就是甲内底超级配对是共组合，出个鸟阁真水。超级配对这组合出个囝，春夏秋冬比赛五关头有倒来过关的，好咧作出后着冠军，后着五关头海上个杯、南海个杯、北海个杯、大陆个杯、陆上个杯。所以我相信这对组合应该有各位全国鸟友失望，我是感觉这对个组合应该是真好吼。是盘内室，外室拢是好面，内室嘛有真看。这招就是手，手感也是真好。伊腰部嘛真巴甜，啊，袂溜，你海关海格同款平行，这招稳定性也真好。
交过吼，安尼搞多搞多，两千多两千多，也今仔过得蛮真定。爸今年嘛求新求新啊，弹性袂歹。三十八岁，两只是干部的。这个、老爸一六年，矿矿处二一三，同款头款阿妈是我一三一二一三的，就是我内底超级配对范龙三三八，迄只特警到玻璃啊，超级玻璃，伊只三叔哦，超级配对的特警二一三，拍卖三七哦。伊老母一七年矿矿二二九三分阿母，这个、老爸矿八年矿二八三三七，就甲这只超级金刚范龙三三八只分阿刚是干部的。伊老母矿八年八一七二三三是囡阿母。这个老爸是何瑞松本土的鸟，何瑞松这本土之鸟是控制年九控控二二六银仔公，这本身是春季在咱台北关花安海上联合转来五千六百控九只，五罐头花甲村九十五只，这本身五罐装含二二，这鸟是我甲外婆买入来，因这鸟本身这款鸟飞翻天较好，耐性较好，我来靠我这范农。速度较高，所以讲伊来生一只二九三，他来七拍袂三，七到三百号干部，啊伊系统真超级，因为这内底是两只足好金刚传来，佮这只本身伊条件真水哦。这只你看，规身躯真酷酷，石蜡吼特别水，这石蜡真水哦，内饰外饰拢真好命。腰部真饱，买你同款真平真俗，伊跑尾安俗起嘛真好。用过，这只料爱较长身，人讲较雷医生，古早人听雷医生就较长身的迄雷医生，多过较直。后山吼，树仔真水，这尾行过落一顶，马子真好，后真求新，安心真好。拍卖三七号，两只是干部的。老爸吼，一六年矿矿处二一三，是我大弟超级八度三三八到这三叔我的特警。老二一七年矿矿二二九三分啊无，这只的老爸矿八年矿一八三三就是甲这超级金刚三三八两只是干部的。这内底拍卖所有一为一，然后有三三七甲三三八两只是干部的。先系近亲的吼，可能我有拍卖三十八号甲三七这两个干部的，因这只。来讲甲外公两只是干部，是我拄仔底上年的两只番哦，一招工会近亲。伊的老母哦，母仔头的老母，这只我是外汇，因这只我是甲别人进入来，因这只鸟本身是好多是双红鸟。伊的老爸哦，控制年九控控二二六银仔工，控制年台北关花安花海上联合会专会五千六百控九只，五番头从九十五只五关总啊二二，伊这只本身也真就是。所以我甲进只查囝入来，来斗一只三三七的生一只一七年控控二二九三，因为我这款反龙的鸟，这只鸟等于有差不多有五十趴。
50%。所以我的传统鸟速度真好，热天飞啊真好。所以我的交配一挂外飞入来，较有耐性的鸟，甲我这个传统啊融合到做伙时阵，速度有够，佮而且伊耐性佮有够。当然我是看有法度对我的粉鸟，你要稍微改良一下，飞愈来心情愈来愈好安尼。耐心看了真水，耐心有较宽较长。应该这只一看，这耐心会较好鸟。我是红胖，规个抓起来真水。抓咧手的时阵，我感觉规身躯顶酷酷啦，腰部真饱，抓起来尾安尼抬起来，规趴这只应该稳定性会真好。两骨这只有较长身势啦，你也感觉吼较三条较长，情形较无遐宽。倒骨后是收啊真水，插骨是真水，颈骨真长。那只尾吼，这款长啊骨应该是粗骨长，肉质真有弹性，有 Q 度。中大这个老爸台甲13年00-43分了工，伊来讲就是甲王235的囝，这只真冠代00年00-39生真侪好囝，包括台甲12年00-08、23、00-08、23也是伊的囝，佮另外一部同款的侄女台甲12年00-08、24、12年。00-08、25这四只是干爸干母，拢是这只23生，这只阁是我住底目前上关台的烦恼。伊的内码代甲88026-40，阮阿母甲338是共老母，所以这只嘛100%的烦恼。伊的侄女10年-90-06，阮阿母本身10年台北县中港联合会当季转会2304只五冠综合十八，作出侄女14年-69-05，伫2014年新和顺下季四冠综合十七，两只组、三只组、五 K 拢斑马，所以讲伊这纪录真好，佮而且做证也真好。这只应该是拄我底目前我看是一只真好鸟公。伊的老母09年-02-35，分阿无。伊个外公就是国王235小弟，就是338我即个内底超级配对的老爸。99年-05-16，分阿公，即只本身生个囝得真多，啊，毋是讲伊生338得真多，伊本身作出比赛得真多，就古早我即只放尿啊，就有够多啊。但是迄记录话拢袂记住啦，无资料写。外妈06年-07-235，分阿无。这只就是甲王235的侄女，这只鸟目前嘛无伫我肚底，这只已经卖去深圳啊，伫深圳，伊的子孙嘛得有够多多。所以讲，这道要拍卖，18年-88-22，分来讲，50几只唯一一只繁荣100%竞争的，纯正的繁荣，这只四代全部拢竞争。这个、老爸、内公、内妈、老母、外公、外妈，拢是超级精工，逐只生的囝拢得真多。所以这鸟，大家若无去啊。会使参考看卖，我个人感觉这只是真好鸟。
一八年八八空空二三本阿母体型中大，甲拍卖四十一号两只是干部的，本身伊的前胸就是全身一四年六七六九公七，这分阿公甲这是干老爸老母，就是我内底算超出无二道反弄的，而且才作出一遍尔，就作出一只一路一五年四五空六一三这分阿母单杠的，我号做东龙六一三这只是两千一五年单季五千九百公三只，五冠中华军。飞到五关头，从八十四只转船十八位的，控二三只老兵，一三年控控数二九公，拍袂几只。伊来讲，米控九年三控六五八五一分阿公，超主玻璃甲号名合作为壳，这是甲我内底只超级配对阿诺德控九公，这只是共老爸老母，拍袂几只。伊来骂，嘛是超主玻璃本土的鸟，米控八年三一九二六三五分阿母。超出玻璃较好名，叫做维洛尼卡，即个百分之百是超出玻璃。伊老爸是超出玻璃内底直接超出金刚，是控一年三控控三一五控分阿公，叫做瑞基。伊本身记录真好，伫美蒙总一万六千五百控四只，全国八十二个，伫两千控三十八，两千控四年破到七千五百十九只，全国各六十顶个。而且伊老母是超出玻璃内底直接重要个进步。这拍袂少，控二三，伊的老母大概一三年二六六九八二，这只九八二老爸就是我内底只重要的金刚，大概一二年控控八二三三，而且二三三生伊的囝也对，伊的后生生也对，查囝生也对，所以伊这只是百分之百完整的近亲哦。头只母啊，大概一控年控一八控七八，我那白色母，这只伊老爸是酷儿，就咱荷兰一个名人，叫做酷儿，内底有只甲王三八九，只甲王本身身材光棍。我当时甲进入来时阵，到一只看无小说，一只控五啊，二分阿母来生一只控七八，控七八，我拄仔底有伊兄弟姊妹，真侪只，逐只作出拢有南海、北海，无论春季、夏季、秋季、冬季，拢钓真侪，包括大陆嘛钓真侪。所以这只鸟，伊的性格看起来，甲全年这只，因为我全年只本身我这只鸟无伫我肚底啊，这只嘛是真中大，因为迄只是鸟公，我伫甲拍的，啊当时时阵还袂比赛，出来嘛唔知讲入归中华亚军，所以这只。应该若要做证是真好，因这是母啊较大样，啊有人是讲大只母啊较好，我是感觉这只真水。捏个手感虽然伊是大只，不过伊规身躯两骨啦、颈仔骨啦、翅膀拢配了真好，我感觉这只应该后摆会生好囝。拍面四十岁，甲只是干部的，这体型真大只哦。但是我见伊的兄哥嘛真大只，但是伊记录嘛背真好，出力囝嘛背真好。伊的兄哥共老爸老母的，一四年六七六九公七分阿公，伫两千一四年依然全年只有当季全会三千四百九十只，五冠中华二十，规划背甲千七十一只。比赛数头一遍数，我是作出直路一五年四五空六三分阿母，就是东龙六一三，两千一五年当季单杠东龙联合会全会五千九百空三只，五冠阿军规划背甲偏八十四只。南海赛甲军队转船十八，伊老爸在甲一三年控控数二九公分阿公，伊来讲米控九年三控六五八五一分阿公，超主玻璃甲号名合作为壳，这只是超主玻璃做出必胜果，也比较半兄弟，伊就是甲米控三年三控五三控九公分阿公，只阿老多，我内底超级精巧，超级配对，是全兄弟，伊是伊的亲兄哥。拍袂这只，伊来骂，嘛是超出玻璃本土的鸟。米控八年三一九二六三五分阿母，超出玻璃较好名，叫做维洛尼卡。这个百分之百是超出玻璃。拍袂这只，伊来骂。这老爸米控年三控控三一五控，超出玻璃较好名，叫做瑞基。本身的记录两千控三年立门柱一万六千五百控四只，全国八十二顶。两千控四年破耳朵七千五百十九只，全国六十。这拍袂少，控制数。伊老母大概一三年二六六九八二分阿母，伊外公大概一二年控控八二三三分阿公，就是国王二三五直孙百分之百的串龙近亲。伊弟仔两千一七年深圳陈强赛甲俱乐部四冠综合三名，
直顺一五年苏五凤六一三东港东龙联合会五冠综合亚军。这拍袂少控制数伊个外妈，再甲一控年控控的控制白，阮阿爸是这老爸，就是荷兰靠甲王三百九的直路去到控碗，控碗就是看无少数的，咱只咧讲控碗控了会尖心鸟，来生只只九八二苏凤这对鸟真好。这拍袂少控制数，伊这只本身真大只，但是专门这只嘛特别大只，苏凤做证我是感觉真好。因专门这只出生出一只尔，还袂比赛，我连拍袂，拍袂了，怎我无老爸滴？所以讲，这只甲专门这只是一模一样，大只是大只，但是伊是多不多，拢配得有够。所以这只应该是只超过正工，希望大家交会当参考看卖。石板的，伊这只足特殊，本身两蕊目睭拢一半，就是我番龙的特色。是安奈迄落石板粉，因为番龙久久啊吼，就我饲这番龙，到即马还有二十年左右，可能头尾啊出无五只石板的。石板的伫我手底咧生，伊的几率真少，但不过伊石板生起来，做出来比赛，拢起点会得奖。所以这只真特殊，这本身正着我番龙出的两蕊拢怪目的，佮本身伊的色泽佮甲人无同。所以这只拍袂少，我当出了一只石板的番龙，唯独我最近都出了一只石板粉的，但是因为无法当掠起来，因为这是联合。伊这只老爸是一五年控控六二二五分啊工，大部分我内底粉鸟特殊的所在，头壳龙啊，我拢挂较好的，会带五、带一二、带一三啊，是三三五、二二五、二三五，这就是我的番龙近亲，我拢会挂这个号码。伊来讲，嘛是番龙的近亲，就是国王二三五的。特警甲王二三五本身伊是伫咱1998年中距离青赛甲王冠军拍袂只只，伊来骂2013年控控数二三，甲干部就是我内底迄对黄金配对，2013年控控数二二，这部分叫伊老爸就是我内底超级配对，反龙三十八到三十五，所以我台湾人嘛是挂一二的，拍袂只只，老二2017年控控二2013二分阿无，伊外公2012年控控八二三五，这是。甲王二三五特顺，但这只嘛是100%的反龙竞争，伊这只下代嘛特顺在只，伊的半兄弟江老伯，这只有只控七年，控控数刘二分啊，江作春湖北三冠王，2012年秋季湖北攻读啊，拢总四冠总冠军，湖北三冠王只总冠军只今年佫生只创造者5冠246顶的，拍袂这只伊的外妈，控九年控控二三三五。三十五这只本身，伊是100%烦恼。不过这只的老爸，就是甲王二三五的亲阿叔，老二是甲王二三五的亲小妹。伊本身出的特警，控控八二三二嘛是伊的特警，二三三这种介绍过啊，就是我拄在即个目前上好的只金刚，嘛是伊的特警。卡关龙嘛二四九分阿无一二年的，这只嘛伊的警。二五号嘛，伊囝这四只出的囝拢得真侪只，所以拍袂只只控控二五，我是感觉这鸟应该真有前途，因为所有反正伊的特色内底拢有伫个身躯，手感、食路、肉质种种该有诶拢有啦。因为这鸟本身哦，两蕊拢破白，色泽佫甲人无共，啥拢无共，因为这反正伊的近亲了，生久较生一半到一半咧，所以这鸟我看是感觉是有前途。分啊，工体中型，甲拍面44号是干部的。即个老爸2017年控控二控一三，即分啊工，我家己抽起做证，是我内底上超级配对、超级精工。控八年控一八三三八的特警，伊即个是算我底上尾一只惊，因只只本身老爸老母已经拢无用啊。伊来讲，再甲控八年控一八三三八，即范龙三三八就我拄啊底上厉害只范龙的招工。到我只乔治玻璃控八年控一八三四五只分啊无，是只阿诺德。伊就是达格斯的孙，达格斯伊伫中国飞冠军，我买了只阿诺德来生只囝，佮倒了转来，拄我第只三三八了，只分啊工只烦恼啊，只囝孙伊本身就开始我头前配对，开始出，一直出，出到吼伊无用，会使讲等于达不到啦。我规拄啊内底即马有好有10只是伊的囝，佮查囝，
所有烤肉拢啊八两二大部拢是一二一三，一二一三就是我拄啊底上王牌的烤肉，就是我的幸运号嘛。所有的鸟拢是全部吼，即只繁荣空一八三三八只鸟刚生的囝，因为三三八已经嘛考虑到伊第四五代拢伫即只是上尾囝，我是感觉只囝顶老爸是顶上对的。啊，即只甲本身拍面四十四号，即只是干部的。老母一七年空空二空一空分阿母，是甲即道作出创造只空空二空九九，即只是干老爸，无干老母扮前面，迄只是算伊的小的。伊只老爸是蒋金元，即只我是去年买入来，即本身伫老教组一五年省赛全国冠军，佮是中古年一五年省赛佮国王冠军。我去年买入来，到处真多，即只我本身就买真多钱啦。即只鸟是安怎会买真多钱？因为我咧战胜繁荣，即个本土的鸟源头是甲即个人掠，我买啊去插着即个源头，佮进只鸟缸入来，你知道？即鸟缸我是买真多钱，但倒个真不幸，倒个生四五只囝啦吼，啊都亡身去啊。所以他就我输个斗近亲斗伊只，拄我底，甲只甲王冠军只蒋金元是共姊妹啊，一只查囡我斗近亲。看伊讲只尾，就是蒋金元去斗伊个孙啊，起来近亲做出只尾。所以讲哦，这只鸟应该下代会飞得真好，因为这只本身手感、甲伊个体型、甲伊速度，我个人感觉这只应该是真特殊个只。后插讲特别顶个，肉质真好，因为我这种鸟繁荣个鸟，肉质拢特别好。分阿无体型中型，佮拍拼四十三号，两只是干部个。老爸是一七年，空空二空一三分阿公，伊佫是下关阿妈，佫是一三，佫是我内底这对超级配对，繁荣三三八到超级玻璃三四五，老爸是安尼做出来。老母一七年，空空二空一空分阿无，即老母个老爸就是我去年高级进来，就是我即繁荣源头个本土，即本身一三年一四八五七二三分阿公，阿多我有个号名，叫做蒋金龙。伊是战争繁荣，就是我这二三五的源头来去买这只倒来。这本身是一五年六甲组省赛全国冠军，一五年中古里是省赛甲全国冠军。而且我去年输买倒来，我到超级玻璃作出查囝一七年空空二二九九分阿无，输作出一八年五七六一空八分阿无，一八年伫高雄创造者春季五冠全国二九，拍袂这只伊个外妈，荷兰客官安尼咯，一六年一七四。八三二四，我那无，这只是这只蒋金元的干部的，只无啊，的查囡送我到金金，那个出这只，一七年空空二空一空，我那无，送我这只，伊的繁荣内底嘛是有七十五趴的吼。是啦，真水，内饰看到真水，甲伊的内饰的宽度，甲伊的长度，我是感觉这只真耐背，啊外饰风帆嘛真水。腰部先把住，同款捏起来，规尾拢一拍。用准度，搞多搞多啊！经过这个尾啊，我感觉哦，较大方向，个骨头啊正硬。肉质弹性真好，真自信。
2018年的88009，阮阿母体型中型，即应该有75%的烦恼系统近亲，即本身目睭有一粒破白，甲拍病4号、47号是拢干爸干母的。即老爸2017年00235，阮阿公我也挂这235，即有特别的原因，因为即只我拄仔底上源头迄只较旺235迄只，就是一只的号码，所以讲我特别甲挂这235，因即个老母。235的孙，这个老爸也是235的孙，因为这个是近亲的235的囝，到235的孙出因阿公这个九孔的烦恼，235的孙近亲的吼，这235的老母16年有做出汤，连阿花下跪，赚了6800块到这，五官状元26，半兄弟的234，就是甲这个共老爸，无共老母这234，做出去年冬季三甲爱甲连游的赚了4098只，五官状元19，我相信这位的老爸。05年，04号，235，我阿公，这只老爸就是接甲王235的囝，所以这235这只公，目前是台湾、南海、北海、大陆、北山、北海，逐只子孙哦，就有够多啦。所以讲，伊235生囝，逐只都会对。拍袂这只，老母14年，232706，我阿母，伊的大姊13年，266982，我阿母，作出14年，679907，我阿公，这只是2014年，依然全因当归。3000几只，飞到剩71只，五官二七，输了大家，我师傅啊，作出算头一遍头，但是这只讲只目前无伫我拄我地，因为当时我伫遐拍卖已经卖去啊，放山时阵哦，老爸都无伫啊，我投迄只尾啊是14年6728213，这只剩了38只囝，佮作出15年45房613只分了尾，2015年当季当龙年了尾5903只，五官综合亚军，规划飞到剩84只，南海专存18。这老母的老爸，佫是内底拄啊235的嫡孙，这只生得真就好囝，才靠阮阿妈是台甲12年008233分阿公，这只本身作出来对，伊兄弟也作出来对，伊的小妹作出来对，所以伊的囝出来对，伊的孙出来对，拍袂这只伊的外妈台甲10年008分啊白石，就是生13年266982作出全年27位这只，佫作出单杠综合二的。本身只078只分啊，白石只尾吼，伊个老爸本身就分啊白一支，伊只只吼，当时我是高价进价，投资真侪买只只吼，只老爸是只甲王389，是荷兰一个名家酷个只啊，我来斗看不消失啊，只只控五啊，下尾啊生只只078个，双只078个下代嘛就真侪。伊甲拍卖49号、50号，拢是共爸母个。即个伊个大姊，我今年春季我陪煞2018年高雄创造者11182只，五官状元29，甲即只是亲兄妹，共老爸老母，即个阁是母个，啊，吊顶迄只也是母个。伊个老爸15年006233分阿公，伊个内公12年008233，就是我内底上厉害一只金刚。即只我旧年都卖去大陆深圳个哦，伊输作出2017年深圳。陈翔俱乐部器官综合基金，伊嫡孙就是15年孙悟空613，是东龙五官综合亚军。甲拍袂这只，伊来讲233干部232，这只14年，佫作出一只1469，控孙悟空阿母新和顺下跪器官综合17。拍袂这只，伊来骂13年，控控数233，这只佫是我内底超级配对幻龙338的弟子。拍袂这只，伊这个有一个特殊，这个老爸靠阮阿妈15年006233，阿公靠阮阿妈233，阿妈嘛是233，所以伊这只是我孙正的内底会反动。拍袂这只老爸233，我感觉这讲是以后会伫我多底会真好，只靠阮阿妈233，233因为当时我甲卖掉，就是我感觉我一定有生着只靠阮阿妈233只工真好个工，所以今年我头一遍甲做出。到这只尾啊，2017年002099只分啊尾，这老爸2013年1485723分啊工，这阿东有个号名叫做蒋金华，伊本身就是詹森翻龙，就是我这个源头235的源头，我然后用高价迄个进阶招入来，伊只本身伊的记录嘛真好，伫2015年胜的老教主是中华冠军，佮而且2015年伫这中古里伊只胜的甲王佫得冠军，所以伊的弟子我将生这只。
控制率是作出一八年春季创造了11,182只，是得综合二九的。但这只控制率的老母是小猪玻璃内底一只好死的一只大名叫叫做新将军，伊是新将军伊的查囝叫做康利，伊了米13年3月16日分阿母。这只 A 二开了生只控制率，控制率开了生只108，创造了综合二九的。小猪玻璃买手就是两只上厉害，叫做只国王孙巴，甲只新将军。大家其实超出玻璃的，阮才拢知影吼，将军好，甲打可士啊，好士，这两只就算伊拄啊帝王就对啦。只国王孙巴，还佫另外一只新将军，即马掠出来拍袂只46号、甲49号、50号，即是甲只创造五冠状啊，只甲只拢是共老袂了。中要拍的才4号，甲45号，甲几只是干白干无，体型中型，但是本身哦，佫有一个特殊的所在，伊就是我烦恼的，这只能力目睭拢怪目。老爸17年0235，阮阿公台湾人嘛挂235，就是我烦恼的特色，才有法落挂这235。这235的老爸11年3039，阮阿公国王235的嫡孙吼，嘛100%近亲。伊阿公吼就是235。1997年1882235，阮阿公国王235是我内底超级正港，伊个老爸就是，伊是我号做国王11。本身伫98年嘛是伫伊省个，是第九年，伊即个省个冠军。伊个囝国王235伫省赛甲王冠军，但是伊囝是飞中距离，中距离佫伫中国 NPO 佫得13。伊老爸第九年98年同款，伊伫省赛是飞冠军，但是伊伫中国平顶是中国十个。所以目前，阮只王我饲了久啊，后一只买啊侪，嘛捌听着讲老爸甲囝两只同时入省赛甲王冠军，而且是距离无同，老爸是短距离，囝是中距离，而且两只搁得 NPO， 囝得全国13个中距离，老爸得短距离全国十个。所以我这烦恼，我都伫遐只代代拢会调整吼，一直延续到即马一代二代吼，从我一直买倒来235，两只拢往生去啊，即马换伊个囝，只要我拢纪念即只235，就是讲送我即马。烦恼，那个特殊的，即我倒起来时阵，我来挂只卡关了嘛。235，拍袂止只老母。14年232706分啊，无。伊老爸嘛是我烦恼。12年0038235，就是我那235嫡孙。而且即我旧年度甲买大陆书作出17年深圳陈翔俱乐部器官综合第三名。伊孙15年450613，就是咱单杠综合亚军这只。伊干部咧232，佫作出14年629新德孙下归器官综合第七。暗组两只五 K 加3只5 K， 两组拢有啊分嘛。这只的老母大概100年，0078分啊80。伊老爸就是科尔，伊只甲王389，这389当时买真侪钱，他就到看不消暑。只矿碗，矿碗咱有气温只拢知影个，是尖尖叫。矿碗来倒一只389，来生一只078，078甲来生一只706。706，伊个大姊13年266，982，伊个侄囝就是14年676907，伫宜兰全县单季3400+只，回家71只5冠27个。27个，我来个倒一只去晋江分2338，而且查囝14年678123，足出15年45冠，就去算分了无？单季当然连两个5000到103只5冠状元分，几回还飞到84只，那么还准备装成48。我那讲体型中大，伊个老爸大概10046，我那讲伊个内功就是咱这只大概14年676907，我那讲依然全年全会3490只5冠状元石，伊个侄女15年45冠613，我那无就是单杠2015年单季东龙联合会全会5903只。5冠状元亚军，规划飞到剩84只，南海赛甲全队转船18位，拍袂止只。老爸就是甲东龙6-3是前姐弟，伊个内妈14年
6782-3分啊无。本身2014年，屏东东港东龙联络的单柜两罐装啊啦。一路2015年45006月3分啊无。2015年单柜东龙联络的5罐装啊滚。这只就是超级配对幻龙338的植物到345，拍袂这只。老母16年113705分老母，本身2016年夏季新儿孙海上分花，全花9514只，飞到1359只，5冠状元优胜。伊的外公大甲13年控控数212，外妈大甲13年控控数267分老母，100%超准玻璃，对这对黄金配对出的伊的老母。705送怕袂记只，伊老爸是东龙中华阿军的亲小弟，老母就是新顺利中华阿军这只亲小妹，所以讲这对是黄金配对，伊老母是黄金配对的对女，这只鸟工应该是真好。这只抓咧手的嘛是规身躯硬壳壳啦，腰部真巴甜，尾流感觉规趴呀，哎呀，袂弹袂翘。阳春岛，这真高度真粗，行过真顶。八字真 Q 身，真有弹性。3分阿母体型中小型，甲50号是干部的，佮46号是干爸母的。伊的大姊2018年高雄创造者11182只，5冠总共29，5冠拄啊大概403只，拍袂49号、50号、46号，这三只拢甲只是干爸干母。老爸15年006-233，100%纯正的繁荣，这只是我内底只上超级的精工的嫡孙，伊来讲。是12008233才分啊工啊，这只鸟已经即马无伫我遮，买大陆去啊，输去输出到一只4冠秋季深圳综合山顶，伊的查囝出到15年当量6135冠综合亚军，所以伊这路鸟目前南海、北海飞到5冠头，飞连拢全部几只拢会落来，啊，甲伫大陆钓真侪只，所以这部鸟出了真水。伊虽然这老母是新配对啊，老母是拄啊我。去年度甲超出玻璃哦，本土进只新将军的前妹，前妹生只查囝，伊的老母是2017年2020-99分阿母，这只头一面做出一只尔，就输掉，创造者状元29名，所以这部分只出了真水，我个人感觉这只应该会阁生好囝，因为这只抓的手感也真好，真水。是咯，内饰看来有够，外饰阁真水。腰部真饱，用棍结果吼真好。倒落这是鸟啊，插棍插了真水，个顶吼收啊收啊收啊真水，八字个真好哦，球多有够。
插的49号，甲这是干部的，搁有只46号，甲这是共老爸老母的。这老爸15年，006233分啊工。伊来讲，12年008233分啊工，这只就是国王235的嫡孙，是100%繁荣的根基。伊来骂。13年，004233，嘛是繁荣338的嫡女，也是100%的繁荣竞争。所以，怕袂只只老爸。因为我年纪啊，二三，我感觉这照讲袂输这老爸，这老爸在我旧年以后也袂深圳，深圳出作出这1000年，037/1827，这分啊讲2000/1700年，深圳陈翔赛鸽俱乐部收贵4冠，总冠军。伊嫡孙15年，405613，刚刚东龙5冠，总亚军。怕袂只只，伊来讲。干部的12年，008/23年，作出14年，629/05，新罗生下辈4冠状元奖。伊的小妹大甲008/249，干部这只12年008/250，这出冠军，这249出状元六个，这拢是甲133是共老爸了无？拍袂这只，伊来骂。都是在讲13年008/233，是欢龙338的直路100%伊的近亲。拍袂这只老母，是代工2000年002/99分阿母，099只分阿母的老爸是荷兰鸟啊。13年148/57/23，只阿多阿个后面叫做蒋金华，本身是战胜范龙，因为我这235个源头，我是另外甲一个人买，迄人是甲这个人本人买，所以讲我不惜重注哦，进阶照工入来。伫15年老高做省赛是中华冠军，15年中古年佫是省赛佫望讲冠军，而且伊倒来我输到这只是米13年3161/12分阿无，这只是乔治玻璃本土的一只新将军，新将军后来就是乔治玻璃，一只内底上好超级纪录格，佫是伊的正格，我也要这只入来。出一只空九九来到这23万，他就生一只，今年跑这边做出一只呢吼。但即摆拍袂只大只，18年506/108，高雄创造者春季专类11182只，5冠总共2冠，规划本来5万头剩403只。所以吼，50号到40号是干部的，46号是干老爸老母，2只母，几只干，3只拢真水。就是针对新的配对，内底有75%的烦恼，有25%的调节玻璃，我感觉这3只较真正常。中央中央，甲拍卖52号是干部的，伊专听2000年522/826分啊工，伫2000/1700年当季新北市冠军分会17/69只5冠剩99只，本身5冠总共11，伊的老爸008/251分啊工，是我内底的超级八队的侄仔，就是米03/305/309阿诺多乔治玻璃的纪录杆，佫是我内底超级正工。到这只母就是米03年305/314分阿母，伊名号做克拉门乔治玻璃孙正的，而且伊本身佫有记录，唔是真超级，但是目前只阿诺多到这只克拉门，就是我内底超级配对只正工，拍袂这只。伊的老母14年100/016分阿母，伊的老爸就是大概08年018/338分阿工。范龙338%近亲的，伊也是我一个底一只超级金刚，伊皮毛啊，大概08年018/335纯正的超级玻璃，这两对超级配对生的囝子孙就真多，包括这25个小妹13年006/267结婚阿无，春夏秋冬4季拢对，4个人饲4季拢对，南海北海无分季节，也无分人饲，无分目睭湿滴，无分干母。而且伊的囝落出也有冠军，也有套冠的，所以讲这只鸟应该是真好，手感抓起来真好。因为这只甲伊的专兄，这只状元816只分啊工是一模一样。这只龟身骨顶高高啦，手感真好，腰部真饱，感觉是真耐背。
倒落龙筋倒，这只本身是乌云乌云，了后炸倒，真厚倒，筋骨真硬，肉真 Q 身，还有弹性。五十一号是干部的，这只伊的前胸是属我去年当季新北市关云分的10769只无管头，从到十九只无管山寨的，甲这是同老爸老母的。伊的老爸12028025分啊工，佫是我内底超级八队最超级玻璃。二五的这老爸就是米03035309分啊工，只安老道，只超级玻璃本队的纪录工。伊的老母嘛是米03035315。克拉门，这只嘛本身是超级玻璃做出的鸟，嘛是超级玻璃纪录格，这对是我内底超级八队。拍袂这只老母，14021001016，这只的老爸，佫是我内底超级八队。迄只08008338幻龙338来到08008345只超级玻璃，这对338幻龙超级八队来到090的安乐道的超级八队，就是放伫咱内底即嘛黄金八队，这对个八队。拍袂这只，伊的老爸25的，甲黄金八队。13年，控控数26只，前兄妹，这只算兄哥，那只算小妹，拍袂这只。老母14年，控控216，就是甲黄金配对。本身这只13年，控控数22，只分啊工是前兄妹，所以讲伊这配对甲黄金配对完全是一模一样，只是公仔头甲母仔头是共兄弟啊，母仔头甲公仔头是共兄弟啊。安尼出嘞，我去年头一边甲组合的，就出咱一只17年5/22/826新北市冠军分会，全会10769只，飞到五万头，从食海飞飞到十九只五万壮仔的，这组合相信应该袂真好哩。去年组合的输飞只十一只，所以这兄弟啊，应该袂哦，这个教育失望，无去也袂哦，大家参考看卖。做第一手工真好，叫波中上中上，但是尾量真饱，比如的上下吼袂晓动啊。伊倒过搞倒搞倒啊，因为倒过较整备差不多哩，其他过可能订单订单啊。我这弹性弹性吼。